好，这是幸福奇迹罐的外壳加上幸福发生器的录音哈，所以我们录音是在这边，然后录音在这边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录音哈，这边是收音。然后录完音之后，小朋友去投，比如说你可以放一首歌，然后他下去投。这样就整个是无限的。好。